狗腿，谢我爷。来来来，蹲的狗是什么样的姿势啊？来坐着，狗什么样的姿势？来，狗不是要跳了抱主人吗？是什么样的姿势？来坐了。啊？给我坐。坐什么？玩不起。玩不起是吧？狗这个是这个姿势，给我坐着，快。哎呀，真听话。半蹲式，半蹲式。半蹲的，谁让你蹲的？半蹲这样蹲的，哎，对。来。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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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叫一下叫一下，让主人叫一下叫一下叫一下，来来来来，叫你给东西吃吗？叫呢？叫吗？叫一下，玩不起是吧？玩不起是不是？哇哇，还挺好。哎呀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这个什么狗啊？这是土狗，土狗是吧？土狗，对啊。蹲下去一点，谁让你站那么高？谁让你站那么高？蹲一点。对对，来，再过来，跳过来，两个腿跳过来，跳过来，跳过来。谁让你看？我让你跳。跳过来。跳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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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过来。对了，哎呀，真好，蹲下去。来抱头，往后面。跳到后面，往后面跳过去。对，跳过来，跳过去，跳过来，跳过去，来嘛，来跳呢。哎呀，真好玩呢！没事，沙沙不多。往后面退，往后面退，对嘛？来，芒果交给你溜一下，这东西不溜白不溜。来嘛，来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哎呀呀呀，哎呀哎呀，溜起来，溜起来！你们是不是动物？你看对面嘛，你看对面嘛，跟那动物似的呀。来，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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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扭过来，扭过来。不要过分啊！不要过分，回你不要管我，我身材比你多，要不你就压过来。来来来，要不是你就压过来。我玩你没脸条，你就别说话，继续来。往后面跳，往后面跳，往后面倒，又往前面走，往后面倒，又往前面走。真的是没事加倍哦！加过条雕，往后面倒去。有血条吗？你就给嘎嘎的啊！去去去去去去，来来来来来，跟老鼠似的，来来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往后退，往后退，往不想看你，去去去去，哟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抱着头，抱着头，给我挤着那个椅子，这样抱着，还差一点过家城，兄弟们，还差一点过家城，完了，你做坏事，没事，没事，辉煌十个人都有啊，对面也肯定。会有输的一天啊，只要他输我就双倍还他，他就惨了。人是专业打 PK， 没事，咱们慢慢搞，慢慢玩。他们跟你说的，他们两个玩的太低俗了。他总是和他，
那还有就这么事啊？啊，那个不是、啊。人家是专业的，对不对？没事，咱们就当专业的。他妈的，气死我了，真的。来，八一姐姐，我跟你连麦一下。八一，我跟你连麦一下。我是一个山上的一个小孩子，所以你这个名字我也这个应该是个读音字，我也不会读哦，我不认识这个字，叫什么我也不会，但是非常感谢你是和官家团队打不是套路吧？哦，没有任何的这个任何的这个套路，就是。我们粉丝1000多块就都看着了啊、哦，他把我打得很惨很惨，就是打了两三天了，我每一把都是在输，真的，我每一把都在输，真的。来，我跟你点个关注，我跟你点个关注，真的这个，真的，我说起这个人，真的我就来气。看你们真不是。天天打输，对不对？没事，我只要争取一把，真的。我只要争取一把，我只想争取一把，因为我打了差不多3-4天，每天都打了3-4把，但是我每次都是输。真的，在直播间所有现在1000多个人，我把他们对我的这些侮辱，这些跟我这些奖励，我还回去，我就不打了。我昨天也是这么说的，今天也是这么说的，真的，因为我是一个耿直的人，我不会。人家欠我的，他必须得还上；我欠人家的，我必须得做到。我是这么一个人，虽然我没有什么文化，你看这个“百亿”这个字我都不懂，真的。你们这个字这个谐有没有谐音的？谐音的，你们打在公屏上，行不行？谐音的啊，就是这个八一这个名字的这个谐音，就是瞎托的这个谐音，你们打在公屏上，行不？你太傻了，没事，傻有傻的这个，傻有傻的这个福气。光是不是光是不是光光光是什么？我不傻的话，我成为真的。如果我有那个我的能力，我知道。如果我有那个能力的话，我可以叫王菲，我又可以做她助理，怎么样都可以了，真的。赶紧回头，但是我没有那个本事。
赌博，我没有那个能力，所以我不想麻烦人家。这个我前面都跟你们说过了的。想钱想破了吧，不是想不想钱的问题啊，想钱想钱想钱的话像球部一样去磕别人，想钱的话像球部一样那个啥。这个 PK 是我做惩罚，你们知道我前几天真的，我现在都还浑身还在痛，所以这个惩罚必须还回去，赌博，因为我自己亲身经历过。来，你们可以亲自体验一下那些什么蛙跳，那些什么学鸭子走路，那些什么呀，哪一个皮盖抵在这里坐这个扶货车，你们可以体验一下，真的，你们可以体验一下。而且这个扶货车你看，你这个就这样子扶货车，然后一起来，这个身上全都压在这两个手上，都掉皮了，真的。第一，所以我不服，我必须得扳回一局，我扳回一局就不打了。真的，我只想扳回一局。现在咱们有1200多个人。对面就几十个人，咱们还打不过吗？咱们还怕他吗？真的，我现在一点都不服。这就怎么做不得了。还打吗？打，必须打。但现在直播了没有？但现在开播了没有？必须拿呢。来，马八一，我回关你了，你先申请一下，好不好？申请一下，咱们，我回关你了，好不好？他符号了，对不对？你们啊，你们支持我的啊，你们支持我的，所有哥哥姐妹啊，所有哥哥姐妹，你们支持我的，我不会忘记你们的，我不会忘记你们的，我一个一个回关你们，然后我们这边有什么腊肉之类的，我香肠之类的，我会给你们寄一点，那是我的心意。真的，人情世故，人情世故。他好像开播了，他开播了没有？你们去看一下他的直播间，他开播了没有？
哎呀妈呀，手下败将来了呀！你们这是怎么回事？天天你先，天天你先啊！手下败将来了呀！你怎么还敢来呀？就是玩不起啊！就是玩不起，玩不起来，玩不起来，玩不起来！叫一声哥哥，我们的分比你多，懂不？不是，叫一声姑姑，叫一声哥哥，叫大哥，叫马爷，叫一声哥哥，来，叫马爷，我让你来，来，我来。你的话不用说，因为咱们今天的话，咱们两个今天就是叫那个白色的来叫我哥哥，然后向我你有什么资格叫他出来？叫叫他、叫他向我来，哎，你怎么挂？盲爷的？怎么挂？来，你不是跟我的。如果我不起的话，我是你，我不起的话，我是你随叫随到的人是吗？我不起的话，向我叫我来，我就道歉，我就让着你，你撞哪根葱、啊？我就让你行不行？我让你撞哪根葱？我让你行不行？啊！你把石头女子，我不需要你让，就你这档次，我还需要你让吗？像我直播间的那些哥哥姐姐们道歉，我让你。我当我条貂道，道不了。哎，要不要让你一千分？哎，分比我少就算了，完了还口气还挺狂啊。小拉拉就小拉拉，小拉拉呀，要不要一把没有、啊？让你一千分。我阿美跟王菲怎么样呢、啊？你是不是做小三啊？啊好丢脸呐、啊！好丢人哦！一个脸你都保不住哦。来，多的不说，来，多的不说，来，开杠！不要哭，咋的？开杠！不要哭，你不要哭。如果我浩爷都说了，如果我是男人，我都宁愿去死啊！一个脸你都自己都保不住，还跟你都跟别人跟别人跑了。没事儿，自己哭去吧。不丢脸。那个白色穿白色衣服的那个，你跟我滚，你跟我走开行不行？那位先生，你跟我走开。你叫来就来，叫走就走啊、哦！我现在不想看到他，我现在不想跟上马一样是吧？我就在呀、啊，我就在呀、啊，怎么的？你不去呀、啊？你叫我走，我就走了，我就不走，怎么了？就不走，就不走。气死你！啊，没话说了，你不是挺你妈妈的吗？怎么了？我一说阿美就没话说了，是吧？原来是这样，阿美哦，是不是胖了？拿点纸巾给别人，是不是胖了？拿点纸巾给小兵啊，拿点纸巾给小兵啊，兵啊，啊，小兵啊，啊，小兵，不要哭，小兵别哭，听话，是不是胖了啊？谁怕你？谁怕你？来，来，带那一千多亿有什么用？来，怕你来干！我们都不怕过你，我跟你说。请你不要说阿梅，阿梅呀、啊，跑了！我就是阿梅跑了。别哭嘛！哎呀妈呀，哭上了呢！你可以跟我说，不要扯阿梅，行不行？阿梅呀、啊，人家阿梅你可是那阿梅呀、啊，阿梅呀、啊！完了又哭了。大老爷们儿了，别哭了啊、哦！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下播吧，别哭了。对啊，你下播吧，打你又打不过我们，是吧？好，跟那丢人现眼。我跟你说，不要狂，行不？不要狂，好吧？有实力，来，有那实力在，来，不要狂，我们就狂了，就狂了，就狂了，我们就打你。哎呀，你直播间那几个阿妈阿姑真的啥也不是。你直播，说实话。我跟你说，我直播间都是大高排排坐，请不要侮辱我们直播间都是人，你们直播间的全部都是阿猫。你直播间的那些阿猫阿狗真的是拿走一千多号人，分比不上，有个屁用！你们的才是一人点个赞就拿捏死你了，说实话，一千多都是阿猫阿狗。前面你以为都别帮你的，看你笑话，你知道不？不是打不过你，是太可怜你了，所以不想打你。赌博，你直播间就看你可怜，来嘛，试一下嘛，试一下嘛，来嘛，打嘛，太可怜，有本事来打嘛，太可怜你们两个了，所以不想打你。来嘛，赌博，来嘛，两个逼崽子，两个崽子，两个崽子，来嘛，来嘛，哎呀，两个崽子，说多无益呀，两个崽子，嘴炮你也打不过，嘴炮，嘴炮你都打不过，还打什么？然后你可以说我，你可以说我，说真我，大，我就是。哎、你们两个跟我提好了，可以说我，但是不能说阿梅。阿梅呀，
阿梅呢？来来，我不把你整死，我不叫阿逼，我不叫逼锅。阿梅，我不小兵，小兵不要阿兵嘛，不要叫那么好听嘛。阿兵啊，没跑了。来来来来，开始开干，开干开干开干，我不想跟你扯那么多。来嘛来嘛来来来来来来嘛来，有本事拿实力来说话，不要扯那些哦。你没实力。行，来嘛，来开始干，我领你。真的，他可以说我，但是不可以说阿美。直接打。